大家好，这期视频我们来讲一讲改姓 PUR 与纯 PUR 的区别。改姓 PUR 其实是 EVA 加 PUR 的混合型产品，成本和价格偏低，而纯 PUR 性价比更高。虽然这两者的初年力强度都大，但是改姓 PUR 的涂布量每平米不低于150克，纯 PUR 的涂布量每平米在100至150克之间。改姓 PUR 的最终粘力强度也无法达到纯 PUR 的强度。改姓 PUR 做出的胶线粗易脏板，纯 PUR 无胶线更加美观。改姓 PUR 颜色偏黄，而纯 PUR 颜色更加自然。最后一点，改姓 PUR 有气味，而纯 PUR 是没有气味的，大家一定要注意甄别哦。